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全球疫情爆发，加拿大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。我们后台收到了很多小伙伴问候的私信，所以决定跟大家汇报一下近况。欧卡恰口还有我们现在在这里生活都还不错，大家请放心，我们已经囤好了食物、水，而且最近我们都在家里工作。前两天我们去超市买东西，很多东西现在都限购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吧。我们今天来采购了，带大家看一看罐头产品最受欢迎，别的物资都还是蛮齐全的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应该有个大致的了解吧。欧卡跟恰口的食物我们也准备了很多，所以应该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最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外出，我们都在家里遛狗，增加他们在家的活动量，基本就是在后院跑一跑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，要勤洗手、戴口罩、多做清洁消毒。希望疫情快点结束。中国加油，加拿大加油，世界加油。 Peace and love。好有劲啊！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在家如狗，你看看我看家狗的状态非常好。快快快，跟大家这个嗨！舒服吗？希望疫情快点过去，中国加油，世界加油！那再来一次，希望疫情快点结束，中国加油，加拿大加油。世界加油，Peace and love。 有没有默契？不是说世界加油，不是点赞吗？不是 Peace and love 啊，OK，好。